用 Webcam 玩自拍。好 ，Photo Wall 呢，它有一个特别的地方，就是如果呢我们的电脑上面、啊、有接上这个 Webcam 的话，那在这个新增的项目里面、啊、它会自动产生这个 Webcam 的这个按钮。好，那如果呢我们没有这个 Webcam 的话，这个按钮它是不会出现的。好，所以现在呢我们在电脑上已经接了一支 Webcam 上去了，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方式来新增这些图片。好，那点选了之后呢就会出现我们的这个镜头。好，那只要呢对准我们要这个拍摄的物体，好，那我们就可以呢利用它来直接做拍照，然后直接做汇入的这个动作。好，例如呢我们已经决定要做这样的一个拍摄，那我们就按下这个拍照的按钮。好，那接着呢好，我们就完成了这一张拍照的这个动作了啊，所以这个照片呢就直接就产生到我们的这个 Webcam 的画面里面来，那让我们呢可以呢继续的去做一些其他后续的这个操作啊，那还蛮方便的。